喜欢什么颜色？有你爱的颜色。哎，为了刚刚的游戏而翻脸了。让我们掌声欢迎是最强一号员吴森峰，还有最美球童一慧。谢谢，欢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玩的第一个游戏呢，就是吉祥话接龙了哈。好，那拍子会打吗？哈，这样一、二、三。是，好，然后到三四的时候，你就要把你过年的一些贺词或者祝福大家的一些吉祥话讲出来 ，OK， 好，来，五六七八，吉祥如意，恭喜发财，耶， yeah， 我们节奏都好高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这个是拍花絮了哈，好来，我们再拍一个花絮，再次哈，好，五六七八，吉祥如意，恭喜发财。红包拿来！龙年行大运，龙马亨腾。好，不玩了。没事，那话就是输局嘛。直接开始吗？五六七八，龙年行大运，虎虎生风，年年有余，兔年行大运，龙马奔腾。 我们来可以吗？不行吧？我们来可以哦。可以吗？来，出局！你怎么还死自己的队友？你刚刚看到我使用的招数了吗？五五生风，年年有余，龙马奔腾，虎年行大运。我们来。 耶！那你的战术很不错哎，乱登头战术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的节奏感烂。我刚刚一直想要跟上，跟不上。第一回合的吉祥话接龙，我们落败。我感到非常的震惊。我刚刚呢，只顾着要跟上绿群哥的节奏，我完全脑袋没有任何词汇。可是我必须要说，为什么都是赢在？ 这句话到底是怎么含义？因为我也听不太清楚。最后我的队友出局也是因为这句。因为我其实不太会打拍子，不会跳舞，不会唱歌的人，所以我在打拍子，我自己都乱掉。把自己的武器，把自己的武器都偷了。没有，哎，听说我们今天这个也有1000块礼券呢。对啊。对对，听说是合库手提供的，不是。合库手提供的。教育部体育署所提供的1000块礼券呢，所以我们要很认真。好，那一位跟大家来讲一下，你为什么这么早出局？ 看我一个打他们两个有点辛苦，你看我就像刚刚Lindsay讲，我腿都拍红了。为什么会早出局？我来这边之前就是有看了很多就是词汇的那个过年吉祥话，结果来真的要玩的时候就是讲不出来。哦，那还真的看不出来有练过了。对，那真的看不出来。没想到你有练过的，还输我们三个没练过的。对对。OK，好，最美球童妇女档，今天是1比0，嘿，暂时领先了。 虎虎生风，Lindsay这一组了哈。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游戏呢，哈是要来玩的，就是我们计时1分钟的快问快答。好，那么待会我会问你问题，那生风会问一会，一会问Lindsay，Lindsay要问我。好，这样转过来。好，那但是要记得哦，这个在这个1分钟，好，如果说在这个接近60秒的时候，那个问题传到那边，那个人就爆炸了，传就要出局。淘汰。对，这样淘汰了。好，那这样规则清楚了吗？清楚。OK， 好，马上我们计时1分钟正式开始。OK，好。哎，还有58秒，我想问一下生风了。好，不能多看，不能多看。对，不能。好，昨天吃什么？昨天吃什么？那便当啊，因为球场有提供，我们练习赛有提供便当。那换我了嘛？你 IG 是多少？你想狗还是猫？我喜欢狗。 立群哥，过年要去哪里玩？过年啊，过年因为我还要播 NBA 美国之安，好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应该是不太能够玩，就在公司陪大家一起过年。长话短说，好，语速嘛，反正。对对对，不要再问了，不要再问了，我们是同一队的。生风，我想请问一下哈，你亚运第一场比赛对哪一队？泰国。泰国嘛。泰国。第一个球是什么球种？第一球，直球。时间到了没有？直球好，直球。时间到没有？哎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 今天几点起床？今天几点起床？今天几点下班？什么？今天几点起床？多一点，多一点，不能多看，多看。猫派狗派，什么？猫派狗派。啊！我听不清楚答案，这样应该是我获胜吧？我们先淘汰掉立群哥了，然后现在是 round 2，1打2，2打1，超强。
Let's go， 开始。明天午餐要吃什么？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明天午餐要吃什么？明天吗？我其实都看心情在吃。我们同一队，我会慢一点嘛。Oh. 对。啊，我想问他平常都在哪里出没？平常都在新庄天舞出没。OK。喜欢吃咖喱饭吗？不喜欢，会懒到我那个牙齿就黄黄的，不太好。那平常的兴趣是什么？打棒球。哦、oh. ，对对对。那你家里也住新庄天舞吗？附近。哦，附近附近。嗯，我穿短袖还是穿短袖？喜欢短头发。嗯，你喜欢留平头还是有刘海的头发？我喜欢长头发。哦、oh. 欸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被干扰哎。那你平常支持哪一队？快快快快快六四！给了给了给了。什么颜色？紫色。喜欢什么颜色？绿色。喜欢什么颜色？黑色。快点。黑色。敢问你？敢问你？敢问你？喜欢牛仔裤吗？啊！你接到了。喜欢牛仔裤。好，就是好，那就换你们两个自己了。OK OK， 淘汰，开始。交过几任男朋友？两个。喜欢什么颜色？有你爱的颜色。那平常喜欢吃什么？做什么休闲活动？喜欢睡觉。睡觉。做什么休闲活动？你的手机要给我啊。就平常打打球啊，听听歌啊，看看球童，看看职棒的比赛啊，还有听立群哥转播啊，还有看看 YouTube 啊，我们都继续拖没关系，好，对不对？我在为大家谋福利啊，就是择偶的条件是什么？择偶条件，身高要178公分以上。我184。讲出10个吉祥话、哦，恭喜发财，龙马奔腾，红包拿来，龙年行大运，虎年行大运，兔年行大运，鸡年行大运，蛇年行大运，龙年蛇大运，对、这么，哇，这太厉害了，这太厉害了，有料有料。定时快问快答的，没想到我们居然2连败，想哭，我的那个礼券直接飞走。但是我们来聊聊你，你在这场表现不错哎，你们是有战术有策略的哎。有，立群哥有给我一点小战术指导。我们的战术其实就是奥布啦，就是要叫奥布。五分钟。那我们差点挑战成功。吉祥话，对，我只能检讨我自己表现得不够好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玩游戏很厉害啊。他一边玩游戏还一边撩妹，对对对，不要以为我听不出来。我虽然已婚了，但是我要替大家谋福利啊！是是是，我们今天有两位流量密码，对对，没有。对，虽然现在我们是2-0获胜啊，不过还是给你们一个上诉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可以跟立群哥再凹吗？如果我们这一盘翻盘了，就你最后礼券还是属于我。当然是不行了、啊，当然是不行。那可以不录了吗？不行，只有奶哥才能说不录。奶哥才能说不录。OK， 好，马上我们就来 PK 第三项游戏 ，Let's go。好，虽然我们现在2-0领先了，但是我们要给虎虎、申锋、Lindsay 组这个上诉的机会。所以，我们第三项游戏呢，就是投准大赛。好，那这可能也是吴申锋哦，这个最擅长的这个部分哦。Lindsay 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个狠角色。好，那待会我就会捡球给我们的一会。好，你投5个球，然后换你捡球。好，然后给我5个球。那这项游戏呢，就是结合了申锋的工作哦，还有一会的工作。OK， 好 ，Let's go， 开始准备。加油！好投！再来！不是瞄准他的头呢，他可能月后59。刚刚为了刚刚的游戏而翻脸了。一颗。看起来他超讨厌我。交给你了，换我了，换我了，换我了。男生的话是可以移动的。你要等我先瞄准一下，耶，2分，3分，根本没进，最后一颗，哈哈哈哈，好，3颗，好了，哈，不进要快一点，不要理他，我们秒速可以赢。我秒速可以赢，快点换我，换我，换我！秒速可以赢，丢你的人！丢你的人，丢你的人！哎，不能躲啊，怎么会？你丢！进了，进了！耶！
好，时间多长？超强。那个无声公主十几秒，十二秒，我们还是赢了。最后八秒，四秒。这一关的头准比赛呢，是由我 Lindsay 还有虎虎生风吴生风获胜，关键一胜。哎，那你们是什么策略啊？其实我们就有讨论，因为它是秒数来优胜，那我们投不投进是其次嘛。Oh. 我们秒数越快，投进就是赚到，那我们相对就会有赢的机会啊。没错。那 Lindsay 跟生风有发现我们的策略吗？我们的策略呢，就是在生风投的时候呢，我们让怡慧呢把这个哎举在头上，我们看他会不会有怜香惜玉，会不会舍不得？我把刚刚接龙的那个游戏带到情绪上，因为我在前面拿他一直打我的头。不是要丢头，不是瞄准他的头呢，是一个。看起来他超讨厌我，我其实有点难过了，所以我有带点情绪了。球速一样吹起来。对对对 对。那问一下怡慧啦哈，我给你出这么无聊的这个，然后无身份在投的时候呢，然后你一开始就这样，先这样子，看他舍不舍得 打你这样子 ，OK， 第五个你就这样移动这样子。会不会这样子？尤其是把这个举起来在你脸上，你 会不会怕被打到？蛮怕的、而且他球速这么快，对不对？OK， 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虽然是在这个游戏当中输了但是我们前两个游戏还是赢。好，所以马上我们就要来进行颁奖了，耶！ Yeah! 恭喜恭喜！等等，哎，谢谢。哎，有点薄呢。没有啦，没有。大过年了哈，其实吃红是最重要的。等一下我们要一起去吃饭吧。好，我看看哈。哎，我怕不够你吃嘞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就包给自己的家人了哈。那这个礼券1000块，你会怎么使用？应该是交给长辈了哈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你会怎么使用？还是带男朋友去吃个饭？一日男友一日。是。好了啊，那我们游戏呢，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哈。那么也祝福大家。我们最后呢，一人再来一句吉祥话，可以吗？还认真的吗？认真的，一人来一句吉祥话。龙年行大运。掌声鼓励。那祝大家心想事成，我来啦！好，一位。祝大家恭喜发财，红包来！我来啦！对。好的，那最后就换到我啦。好，那虽然我们今年是龙年，好，但是我们还是祝福大家龙年行大运，虎虎生风，耶！那今天呢，很开心，所以大家绝对要订阅起来。动之 Sport 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？YouTube、IG、Facebook。所以这些平台全部都要帮我们订阅追踪起来哦，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